任天堂马里奥系列中的角色们虽然算得上是游戏界最忙碌的演员班子，但繁忙的演艺工作并没有妨碍他们的感情生活。班主马里奥不仅和碧琪公主这不清不楚的好多年了，在奥德赛中他的初恋女友宝琳也将回归，还当了市长，到时候不知道会不会发展出点什么马学之类的。他的好兄弟路易吉身边有官配的黛西公主，小恐龙耀西则由凯瑟琳常伴左右，库巴干脆一步到位，直接儿子都有了，虽然我们从没见过孩子他妈。甚至啊，就连蘑菇族的奇诺比奥，任天堂也给他们安排了奇诺比可。可为什么瓦里奥和瓦路易吉这哥俩就一直是单身狗呢？据参与过马里奥高尔夫和马里奥网球系列开发的高桥兄弟透露，宫本茂本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就算瓦里奥兄弟有女朋友，我也连看都不想看一眼，哼。